这一栋直接打他们吧，他也没盖防爆那些，而且整栋正方形是北派吗？他这整栋正方形的，新手盖，直接打他们吧，直接打门了。我没有爆炸子弹啊。你帮我们守，你看一下有没有人来。好，开了，还有一扇，还有一扇，还有一扇。哎，左边那个门是开的。哎，枪塔，枪塔，枪塔，有枪塔。哇，他不止枪塔，他还放了一个那个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先把他正门炸掉。我把他第二个门打开了。好的，好的。屌，我先看一下里面吧。他的塔是放在右边，你刚是被他右边的房子的塔打死，然后他左边放了一个那个喷火了。其实也是可以从后面开始炸，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门这一面，然后放很多陷阱，可能他主要物资放在后面，因为他后面这边很深啊，他是盖一个类似像长方形的。从正门打进去也是可以啊，可是就一定要先把枪塔用掉。我就没办法再带法力。开了。对啊，要灯哦，是有灯，是一枪有灯。老林那边有灯吗？没有。哎，看到物资库了，物资库。哇，他家还是有一点东西的哦。呀，床在里面。床，看到床了。我下去看一下有没有人应该危死。熔炉也在里面。有一个 佛塔。哦，我可以拿箱子。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把东西移走哎、欸。他这边箱子都上锁了。开了。开吧。哎，全是垃圾啊。我靠。垃圾啊！ Okay, 这个脚先没有钻到，刚刚的。哎，后面！哇哇哇哇哇！是啊。哎，来救我，来救我！我靠！抄家抄到一半，主人突然上线了、啊。他应该想说，干，我家门怎么都没了？我看到他了。嗨。他在他的重生点。哎呀，要等五分钟啊！他在丢那个手榴弹。看来整跟开战的。哦呦，他拿一个弓箭出来跟我打、欸，他疯掉了、欸，垂死的挣扎是不是？把他床全部打爆了。哦呦，他还射中我一箭嘞、欸，好猛哦、喔！死！哇，他勇气可嘉哎、欸，拿一把弓箭跟我打哎、欸。走，赖永林进去，直接守他家，要玩是不是？直接把他床拆掉，拿这个，我来，你们就别想重生了吧！原来他们家两个人呢、欸，一个白人，一个黑人啊。然后这白人超智障啊，他刚丢的手榴弹，哇，这边还有个手榴弹在地上，他刚丢一个，然后打到这一根，然后弹回去把他自己打死。他直接死在这边，因为他刚才很厉害，他看到我在那上面，然后他说：“哦，他跟我对着干哦。”就一丢，锵，打到这一根弹回来，当场死亡。把他东西都丢一丢好了，这些垃圾。哇，超多东西！哈哈。哇，他冰箱里面还有放食物哎，冷藏起来。哎、欸，好像有哎、欸，到了 TC， 爆了、哦，箱子也打爆吧，啊、上锁了、啊。这箱子应该是好东西哦，放在这边。啊，哇，十个火箭！哎呦，哎呀，可以，看这个家有够智障的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家四周都用高筋，然后结果这个门。用一般的铁门，哈哈哈哈哈！低能儿，开了。哎、欸，里面有散弹枪，散弹枪陷阱。哦，里面装甲门哎、欸。哦，别有洞天呐、啊！哦，不能嘲笑人家、啊，还有。开了。哇，连坨屎都没有哎、欸。这家也太穷了啊！也、欸、不一定哦，搞不好主要东西在这里面啊。哦。欸、他在这边睡觉哎、欸，看到他脚、欸，他靠腰、喔，看他们这是怎样啊？
哇，你直接继承他是不是？我直接继承他。哇，你刚刚还是个裸男呢，你现在直接哎、欸，直接捡钱。哇，你直接起飞。你蛮没品的、喔。啊，就一个 T T 啊，他两个人呢、欸。哎呦，两个人。哎、欸，他有两万四硫磺哎、欸。我拿好玩了。哇，三个双扇装甲门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个人我认识啊。要打门吗？还是打他屋顶啊？他门的话一定不止一个啊，他是盖，我跟你讲，他主要东西一定放在这边啊，一定是放在这边。开了。哇。物资库到了、啊啊！哇，那个叫声！哇，那个叫声！哇，这个一坨屎都没有！哇，他领地亏了！哇，亏惨了，亏惨了！这个哦，垃圾哦！而且他妈他领地会放这边呢、欸！哎、欸，这直接亏爆！哎、欸，这边怎么个黑人？不会是他家吧？他现在看着他家，傻掉了，傻掉了。对对对，我不要动啊，不要动啊！这个是谁啊？怎么我家？这个是我朋友，这个是我朋友啊！这你朋友啊、哦？你朋友傻掉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带他去收金一下。嘿呦，这家很溜哎，盖在这山洞里面哎，我还以为他这样盖不会被发现呢。我拿 SNG， 我拿 SNG 有屁用吗？没有 SNG 要不能放爆弹。好，看一下。把这种东西交给我来。啊！又是一个门，是不是？那可能就跟我讲的一样了。他哎，等一下我看一下。哎，没有，直接打进去。傻逼啊，这家傻逼。那我放门放外面了。他门如果是在左边的话，我就改其他地方抄啦。就他门右边。啊！散弹枪陷阱。叫我就看见。有哎，里面有门吗？哎，直接进来。没东西。没东西呀、啊。只有一些看到东西。他楼上应该是有个门吧？老公公，好，那先把他这双扇打爆吧。TC 应该在这里面，开了，我看一下。里面还有。我靠，这是什么鬼啊？他的床在这边，来吧，把他们都打掉吧。可以。哎，物资库。哎呦，哎，哇，赚到。转，这不转。写。还有那个机枪塔，拿。对。光这一把机枪就赚了。哎、欸、，TC， 打掉，里面还有个床。开了。垃圾。虽然我是觉得他家应该没东西啊。哎、欸，也不好说，他这上面是铁的、欸。它整栋都是石头，只有这一个房间是铁的，要靠腰。开了，说不定里面还有点货啊！哎呦，我觉得应该真的没了，它这上面应该就是那个。就等一下看到有人的阿妈在里面跳舞啊！这是他们，垃圾。哦呦！哇、哦，都是衣服 ，Uniqlo 的。哇靠，这是卖衣服的，是不是？都是一些杂物。4000个硫磺，给我开玩笑。哎，20个金属管，皮革啊，皮革拿一下。跟你说现在不缺。这个也拿一下好了，加减拿，不拿白不拿。哇，堆成一座山了，我好爽哦！这群主封起来了，封起来，把家封起来。你太恶心了！
家封起来。好了，可以走人了。让大师来教你画画。Good， 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都是这个啦。以后只要看到这个笑脸比耶，就是我们。